金泰和不是田中国不是我要对比一下朴智敏我的 BTS 别骂我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，你是一个动漫族，我是一个海贼王的资深脑残粉，一个脑残粉，我一个他们的脑残粉。我以前猜食物的时候，我都用手猜的。哎，现在海贼王刀，等一下，你认他吗？啊，我初中就认识他们了，初二的时候。你在说什么？海贼王？防弹少年，矮一点，矮一点，防弹少年团。等一下，你先把旁边的那些小卡给他们看一下。太高了，有点反光，你要拿出来。这种还怎么看？每张他叫什么？大声的念出他的名字。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就说，你把这些都，你把这些，你把这些都拿出来，拼在一起，你就念你认识的。我也不知道这是谁，这怎么没有我认识的呀？这个我认识了，看这个，高了哥。这个你是不是很有辨识度？大哥啊，说什么大哥？这是队长好吗？队长不是大哥。对的，是田牛，不错，看来我挺开放，不错，是不是？认识了三个了，三张我认识了，剩下的我就不知道这个谁。对，剩下你压根就不知道，这个、我也没跟你讲过。这个有点眼熟，朴智敏。这个像那谁我忘了，像谁？这个像这就是原创那个综艺节目里面，除了陈立和另一个，就像那个年轻的那个男的，我也不知道叫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我只知道陈立，其他的不认识，你情有可原，因为我没有给你安利。不行，我初中就知道这个团了。嗯，是的，但是我也不认识。这种就更难了，根本就看不清脸。从我这个角度，我也看不清楚是谁。我可能是个假粉丝。那像这种，放近了点哈。这种根本就看不清脸。那我这种假粉丝，我从屏幕里面，那你能找出田中国吗？我连大哥都找不出来。那不是大哥，那是队长。队长是队长，大哥是大哥了。大哥是哪个？你不会找发色吗？你不会是按照发色找人吧？不是，我真的不认得，我连发色都认不出来了。这一堆啊，整个系列的卡片满袋，不认识，一个都看不懂。这手上的卡很有意思。这个闪能不能看到？我可以看到，对，看到。那我也不认识。那我看到这有一个大哥。哪里大哥？这个小的那个头，你知道能不能看到？啊，我看到了。小的大哥，那是队长。队长，大哥是那个肩膀哥。那人一直说的，不是肩膀哥，我不知道。真的，真的。这两个是谁？田救国。是谁？田救国。是谁？田救国。是。你看他。那是大哥，你都已经把我搞糊涂了。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呀？完了，他叫什么呀？我忘了，你就把我搞糊涂了。我不知道，小票。他叫林允齐。咱也不知道。啊，小票，咱也看不懂。今天交给你一个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他来拆，然后他里面会有那个小卡，但你不要让我看见小卡是谁，你给我描述一下。但愿你能抽到金泰亨或者是田救国。像我这种哎，说不定你真的抽到了呢。哎，就我的鬼运气，今天买衣服还行啊，今天买衣服咱都买到了自己想要的。你买你的海贼王，我买我的金泰亨同款，然后滑半天也没滑开。小心翼翼，毕竟这里都是散的。我怕坏了，他扔了那个橡皮，就过来揍我一顿。你真的小心翼翼的，但是里面好像应该有几张卡片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真的不会拆，我以前拆书都非常的随便。我要慢慢的补砖。真的好慢呀、啊。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？超过来，能不能给点面子？哇，我的妈呀，终于要拆开了！你会不会拿到了？你不会不认识吧？你等会儿我问你几个问题，然后我就应该能猜出来是谁，好吧？咱们就来挑战一下这个独特的拆砖方式，怎么样？还行。你千万不要给我看到了哟！你可以把卡拿走，你可以先竖着。我看到了什么？一个某呀，我在找了，在不哪里看到的？卡绝对在中间啦、啊。
不用说的，是这个吗？是的。你快点了，快点快点。没有啊，就说这些东西。对，还有两张光盘。嗯，你可以翻一下书给他们看一下。想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这个书。哇，很脏。就前面他会有一些照片。对，你要找个甜酒果吗？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？对呀、啊，反了呀。165。哎，那个大的，我看这啊，甜酒果，应该是。不好意思，啊，自己认错了，大哥，单纯性，我看错了，我在这个摄像机里面看不清楚。后来，啊，甜酒果，那个。首先这个人你认不认识？不认识。你确定不认识？那脸跟那三个人都不一样。这不是同一时间回归的。那脸也长得不一样啊。啊，不是，那就不是他们三个。我赌一把。你现在把这个放在这儿，把那张扣在这儿。OK。那按你这么说，头发是红色的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朴正宇，红色的发色。不会是朴正宇吧？真的吗？我好激动啊！亲手揭开，我不敢看。啊，这不是，是那个迷你鞋呀，迷你鞋，迷你鞋，对，这是迷你鞋，迷你鞋。我以为是那个粉色的。你知道我现在，好可爱啊！我妈呀，那个谢谢小猎人啊，好可爱啊，都有都在。那是队长，队长，嗯，我不认得。我告诉你，大哥是谁？大哥是谁？大哥是他。这是贴纸吗？贴画？对，这是贴纸。妈呀，这怎么可能贴起来啊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都可以。这是那个好像是故事书吧？我之前专辑里面有。都要是一张迷你奇的小卡。我现在要来拆第二个专辑了，就是他们才回归的一个专辑。